近日，吴尊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未来的家庭计划。他表示，此次中国之行不仅仅是度假和录节目，更重要的事情是帮妮妮和 Max 选择学校，让儿女学好中文。吴尊表示，带孩子来中国仅仅住了一个多月，胜过在文莱五个月，孩子们的中文进步神速，让吴尊很吃惊。整段采访中，吴尊多次提到希望孩子以后能来中国上学，并称自己有计划让孩子来到中国上学。